无限 HD 有口皆碑。今年第四届的高雄国际珠宝展，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任轩。首先呢，我们今天会为大家准备两场不同的珠宝走秀。那么今天上午的这一场呢，我们是由一品一典藏艺术要为大家带来犹如传家宝般的这个台湾蓝宝的物件展示。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台湾最美丽的宝石珊瑚，由绮丽珊瑚所提供。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我们在前方还有座位哦，大家可以尽量往前面坐一点，因为待会儿呢，我们会有六位非常专业的模特儿来为大家做一个展示。那么如果大家想要近距离拍照的话，也欢迎可以到舞台前方来拍。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将我们时间交给六位专业的模特儿，为大家带来今天精彩的珠宝走秀，欢迎他们。首先登场的三位模特儿，为大家展演的是由一品一典藏艺术所呈现给大家的台湾蓝宝。成立于1973年，那么现在呢已经是国际珠宝集团。那么绮丽珊瑚呢，
致力于让全世界都可以知道台湾呢是拥有非常美丽的宝石珊瑚的地方，而且我们的宝石珊瑚都是货真价实，希望可以让全世界看到宝石珊瑚的美。各位可以看到，在我们舞台上所展示的这个宝石珊瑚呢，它拥有不同的颜色。那么宝石珊瑚是生长在水深110到1800公尺的水域，没有藻类的依附，不行光合作用，所以不同于珊瑚礁。那它的原色本来就有这个白色，还有大家可以看到的桃红色、粉红色，还有我们的这个阿卡，就是赤色的红珊瑚。宝石珊瑚除了可以用于我们的珠宝饰品之外，各位待会儿也可以到我们奇丽珊瑚的柜位，因为如果比较大型的宝石珊瑚呢，是可以做出非常多美丽的雕刻艺术品。质地之外，最重要的还是它的透明度。那么这次呢，我们的这个台湾蓝宝，它都搭配了这个真钻。看到我们每一个物件呢，都非常的精雕细琢。待会儿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101典藏艺术，一起来欣赏更多的台湾蓝宝系列。市面上最高等级的赤血红珊瑚，而它的产地呢，就在我们台湾附近的岛屿，所以在台湾你可以找到最美丽的宝石珊瑚。那我们的奇丽珊瑚也将这些最美丽的宝石珊瑚
造成不同样式的珠宝饰品。所以可以看到我们每一款不同的这个宝石珊瑚的珠宝饰品都完全不一样。这次呢，在2017年，也是我们第四届的高雄国际珠宝展，为各位呈现的是非常顶级的来自于台湾的珠宝系列，分别是我们的台湾蓝宝以及宝石珊瑚。那么也希望可以让全世界，其实在台湾呢，你一样可以找到最高等级的宝石。以及我们台湾也拥有非常顶级的一个珠宝工艺。好的，我们再一次的非常感谢六位美丽的模特儿。那么待会儿呢，也跟大家预告一下，他们会来到我们的奇丽珊瑚，还有一品一典藏艺术的柜位上。因为刚才在舞台上，可能在后面的这个朋友们没有办法近距离的看到我们这次特别为大家精心挑选的物件，所以待会儿呢，他们会来到柜位上，让更多的这个鉴赏家，让更多的现场的朋友们。可以看到我们这次特别针对高雄国际珠宝展，我们带来了非常多件顶级的而且是世界级的珠宝系列。好，我们也在舞台上停留一下下的时间，让大家可以捕捉一下画面。我们在下午的珠宝走秀场次会是由亚特兰为我们带来不一样的翡翠系列。那下午的场次呢是下午的2:40。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邀请我们六位美丽的模特儿可以移动您的脚步，来到我们奇丽珊瑚以及一品一典藏艺术的柜位。感谢您的观看，请参与我们的赞助计划并订阅我们的频道，掌握最新影片动态，所有影片版权所有禁止上传中国网站。Thanks for watching. Please participate in our sponsorship program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ll video copyrights reserved. Uploading PRC websites is prohibited.